大家好，我是米儿。那今天我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为什么最近肌肤变好的秘诀哟。那就是因为我使用了 Natural Plant Repairing Cream， 它其实是完全使用中药材制造的一个产品。那它主要成分呢是来自于灵芝、人参以及白茯苓。那单单听它的成分呢，你都会替自己的皮肤觉得哇，好滋补哦。那它的功能呢，除了可以治疗多种皮肤问题，如痘痘、痘疤，它还可以让你紧致以及提亮皮肤，还能让你恢复婴儿般的肌肤呢，一瓶见效哦。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啊，我是每个晚上洗完脸后涂上化妆水、保湿精华、保湿乳过后，紧接着擦上这个 Repair Cream， 果真两个星期后就见到效果了耶，端端嫩嫩的肌肤就从此诞生啦。想要婴儿般的肌肤，你可以选择 Natural Plant Repair Cream。